是 Yen。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最近我用了觉得很好的日本医学护肤品牌，就是它啦， ASD Surgicals 的富勒希系列。这个富勒希系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是有一个拿了诺贝尔奖的成分富勒希在里面的。以往我就觉得诺贝尔奖和我最近的距离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起码我都可以看下它本书，但是现在竟然在我护肤生活里面是注入了一个拿了诺贝尔奖的成分，而这个成分还是一个钻石级的一个护肤成分，不单止令到护肤生活是更加有深度更加有涵养，直头是层次的提升啊！我而家咧真系觉得自己好有修养啦，同埋咧个文化水平咧系提升咗好多，所以今日一定要介绍俾大家呢一个富勒希系列。ASD Surgicals 呢个品牌咧就系嚟自日本嘅一个医学护肤品牌嚟嘅，所有嘅产品咧都系日本制造啦，系由日本皮肤科医生同埋世界顶级嘅皮肤科专家咧去组合而成。研究了歷時是7年的時間，一對一的專項研製而成。它的產品的成分就很可靠和安全的，沒有添加九大的致敏成分，包括酒精、人造色素、人造香料、礦物油、鉛等等，所以它的穩定性高，也都很適合不同的肌膚，包括是敏感的肌膚。這個富勒希系列是有一支精華和一個的面霜，它們的主要成分就是榮獲諾貝爾獎有著鑽石級成分美譽的超級抗氧分子富勒希。富勒希有三個非常重要的護膚功能，第一，高效抗氧，是目前最強的抗氧分子之一。如果你現在有用維他命 C 去做抗氧化的話，那我就想告訴大家，這個富勒希的抗氧化的能力是比維他命 C 高出250倍的。第二，富勒希亦都是自由基的清道夫，当我们的皮肤受到紫外线或者一些压力的影响，就会出现自由基，自由基就会破坏我们的胶原蛋白，所以我们皮肤就会有老化，会有皱纹出现。富勒希的成分就很小的，好像纳米的大小，所以可以穿透我们皮肤表层去到肌肤的底层，好像磁铁一样，将所有令到我们的皮肤出现老化、皱纹、暗沉的自由基吸走了，所以为什么就可以做到呢，去提升我们轮廓，紧致我们的肌肤，同埋去减少皱纹的这个效果。第三，就是对抗光老化，它可以抵御紫外线，而且稳定性很高，就算在朝头早都可以持续发挥那种抗氧化的功能的。这支富勒希高效抗氧紧致精华主要成分是 0.5% 的富勒希和透明质酸，可以帮我们皮肤补充水分，改善皮肤紧致性和饱满感，提升面部轮廓。它的質地清爽，很容易吸收，有高渗透傳送配方，可以快速渗透肌底。至于富勒希高效抗氧紧致精华霜，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富勒希和植物角鲨烷。植物角鲨烷和我们天然皮脂膜接近，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就可以防止水分的流失，以及达到保湿的功效。不单止可以紧致皮肤，增加皮肤光泽饱满感，还可以为皮肤提供养分，柔软我哋皮肤肤质。我自己用咗呢个富勒希系列大概一个月嘅时间啦，咁我就早晚用嘅，同埋每一次都会一起用。我系真系觉得咧，用咗之后咧，皮肤咧系有所提升，系有改善嘅。其实喺过去一个月里边咧，我自己身体状态都唔好啊，成日断断续续啦，有少少嘅唔舒服，然后天气咧又变化得好奇怪咧，有时好冻，有时好热，有时好湿，有时又好干，所以咧我嘅护肤上边咧其实系都有啲怠慢咗嘅，有啲咧唔系好努力去护肤。我系好明显觉得咧，我额头咧嘅嗰啲毛孔咧系扩张得好紧要啦，同埋咧系有少少细纹出现嘅。但系当我试用咗呢一个产品喺两个星期之后咧，我系发现咧嗰啲毛孔系有明显嘅改善，系紧致咗好多嘅。成个轮廓咧，你会觉得系 sharp 咗，同埋咧系真系有一种咧系好难说明嘅一种嘅饱满感喺度。你觉得啲皮肤咧好似胀卜卜，同埋系饮咗好多水嘅感觉嘅，成个人睇落去咧系冇咁攰。同埋咧，你係覺得成塊面咧係白淨咗好多，好似咧清走咗啲污糟嘢咁樣嘅感覺嘅。我知道好多女孩子同我一樣咧，每一晚係唔止用一支精華嘅，因為我哋通常都會好貪心啦，又會想美白，又想保濕，又想抗氧化，所以咧就會堆疊唔同嘅精華一齊用。我想講咧，呢支精華咧，佢係好透薄嘅，好適合咧去配搭其他精華一齊用。因為我自己咧係好怕咧用好多精華
精華之後咧，係成塊面咧係好立啦，好張住嘅，但係佢就唔會啦。所以就算你用多一兩款精華配搭使用咧，都冇問題嘅。另外就再俾多個 tips 大家，因為好多朋友咧都會問我啦，如果用美容機導入嘅時候咧，用乜嘢精華好？我自己覺得咧，除咗功能之外咧，個質地都好重要嘅。因為當你用美容機咧，如果嗰支精華係非常之水潤啦，佢係一擠落去就已經滴落你個身啦，你會覺得用起上嚟好唔方便啦，同埋好麻煩。但係如果佢結塌塌，好似一嚿嘢或者好似一啲油咁樣咧，你推嘅時候你推唔開，可能咧會拉傷皮膚，甚至乎咧會製造咗一啲嘅細紋、一啲皺紋出嚟嘅，咁就真係得不償失啦。但係呢支精華嘅質地咧，我就真係覺得咧，佢嘅濃結咧係剛剛好，係適合配搭導入機去使用嘅。當佢擠上塊面嘅時候咧，佢就有慢慢係流動嘅感覺，又唔會流得好快。但係當你推開嘅時候咧，它是非常之 smooth 啦，係好順嘅，而且咧推完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咧吸收得好好，所以咧我係會推介呢一支嘅精華俾大家咧去配合導入機去使用嘅。用咗兩個星期，皮膚膚質明顯改善，效果真係快好多嘅，大家都可以試一下。面霜對我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我屬於乾性皮膚啦，我一定要一個面霜咧係幫我係護膚最後嘅程序裏邊咧係幫我鎖實啲水分。呢個面霜當我用起上嚟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咧佢好 rich 嘅，佢好保濕嘅，但係佢唔立嘅喎，而且我好中意佢嘅質地，好似布甸咁嘅感覺，因為佢裏邊咧有個植物角鯊烷嘅成分啊，係可以幫我哋形成一個保護膜，可以防止水分流失，所以咧就可以做到嗰種保濕嘅感覺，但係咧亦不黏立嘅。我自己真係好怕瞓覺嘅時候咧，嗰啲 skin care 令到我塊面好黐立立嘅，特別係我有劉海啦，咁當啲陰咧搭住曬喺個額頭嘅時候，第二朝起身咧真係油立立個頭，但係用咗佢之後咧，你唔會覺得第二朝咧係油頭滿面嘅。但是你會覺得 keep 住水潤的感覺的。另外我覺得揀護膚品的時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可不可以配合到自己原本的生活的風格。因為我是每天都會化妝的，所以我的護膚品是一定要配搭到化妝品去使用。所以當我去試用這個富勒希系列的時候，我是特登將它配合不同的化妝品去使用的，包括是防曬、粉底、碎粉、不同的 eyeshadow、胭脂，無論我做什麼配搭佢都冇出現擦紙膠碎，或者咧好難推開，或者結塌塌啦，形成一嚿嘢，又或者咧好多光紋出現。所以對於我嚟講咧，佢用起上嚟咧係真係好方便，而且咧係令你好放心。因為我都有試過咧花好多錢去買一啲嘅護膚品啦，係同我嘅化妝品咧係唔能夠咧係和洽嘅相處嘅。咁其實咧係一啲用都冇。如果大家都有化妝嘅習慣，就可以放心去使用呢個系列啦。呢兩款產品咧都係無色無味嘅，用起上嚟你會覺得好天然、好自在。就算喺呢個轉天氣嘅時間去使用咧，都冇敏感嘅情況。所以都推介给所有不同肤质的朋友去使用。最后呢，我就觉得他们的性价比其实都挺高的，因为这个富勒希成分其实是非常之珍贵，但是这支精华有 30ml 都只不过是400元，这个的面霜有 60g 都只不过是350元。就算你大量用、经常用、配合美容机使用，你都不会觉得肉赤了。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心喐喐好想买呢？有个优惠可以给大家的，由即日起至到3月28日，大家只要去到曼宁或者 ASC Certicals 的官网里面是买这个富勒希系列，两件就有8折的了。如果你仲想抵啲，你可以入埋我专属嘅优惠码 yen 夫，咁你就可以得到全单额外9折噶啦。今日我呢个诺贝尔级别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真系觉得自己嗰个修养同埋文化水平真系提升咗不少。希望大家护肤生活咧系继续开心，同埋继续咧去提升水平啦。如果大家中意我的片，记得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 记得揿埋钟仔，下次有新片就会通知大家。仲记得要 follow 埋 IG， 因为有啲优惠我会独家喺 IG 发放噶。咁我哋下次见啦，拜拜。